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持十法仪，在记住十种广大字，何等为十？所谓执一切众生心行字，执一切众生业报字，执一切佛法字，执一切佛法生灭离取字，执一切陀罗门字，执一切文字辩才智，执一切众生语言音声词辩善巧字，于一切世界中普现其身字，一切众会中普现影响字，一切众生受生处具一切字字，是为十。这一段名普贤行的是智慧行啊，智慧呢是广大智慧，这智慧就是清净了，明了本体智慧，悟得本体了。所知一切法呢，是乘性而知的，所以叫广大，乘性而知，性遍一切，所以叫广大。但是有时候开呀，就是放。有时候呢收摄，就是收摄开放自在，对众生就是开放型的，就是一切众生心里所想的所行的，以普贤行都能了解知道。知道众生心想什么，这叫知一切众生的心行字。菩萨住这个十法当中，就能够使他的智慧广大无际，广大无际是没有边界的意思啊。知道一切众生心的运动，就知着心行字。这个知呢，是以菩萨的所行的，所证得了根本的离体的智慧，离体智慧。因为众生的心起惑、造业、感果。众生本身并不知，众生是无知。为什么无明慈难呢？他没有不知道的。菩萨知道众生的心所起的一切业报，造的业报。这是普贤行对于众生的智慧，也能知道一切佛法字。没有知道佛法的智慧，不怎么能利益众生啊。得记住知道一些佛法，有这个智慧。佛法呢是觉悟明白的方法，智慧跟觉悟明白相吻合。知一切佛法界生灭离取，什么离取啊？是密意啊，密意。咱们就是说密意吧。这种智慧是不是明显的？这叫密意智啊，知道密力啊。不过在华严经上全都是明显的，把理讲得很明白。直接陀罗尼门智。
陀罗尼那是种词啊，就是定。定生智，回照一切陀罗门，就是种一切法，此无量意。又能够有辩才的智慧，文字的意会，文字的义理，文字的言说，文字的词句，这些众生的语言、音声、辩解、善巧，一切事之中普现其身，行普贤行的菩萨，随类度生，那在世界中的无量世界了，随哪一类众生，就现哪一类的身。一切众会中，普现影响智。一个法会当中，普现，普现啊，普现行，那个普现一切，普现一切啊。咱们今天看着其他的经论，好像无尽深云，无尽深云就现着无量的身。在一个法界，在这个法会当中，众生有无量身。像那个善财童子啊，入到这个菩提场，寻找普贤菩萨，那全隐了，这个隐了也是影响，隐了什么影响呢？不现。是另一方面的，赶这个善财童子上到见着普贤菩萨了，他看着一切都是普贤菩萨，变了，是隐和现自在的，一切受生处具一切自治，这成就佛了。一切自治就是佛治，又这是一种解释，在一切受生处具足根本智，还有受生处的方便善巧。这后头是善巧方便智，前头一切智是根本智，后头智呢善巧方便智，是为实。这些个词句啊，没有什么解说的，因为在理上啊，言说很少，那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。意思呢，就是你得自己默契，默契，契合，契合当中，说你的心智啊，跟普贤行的行。契合为一体，契合为一体。那么要得了这个智慧，住这个十个智慧，就是十法、十法、十字，是住解了，住解了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十字仪。上来所念的十种字，那么呢，得入十种普入，这个智慧啊，跟一般的智慧不一样，能够普入一切法。怎么样普入的呢？大家看经文就知道了。住持十智慧，得入十种普入。怎么样普入呢？就是所谓一切世界入一毛道，把整个的无量无里边的世界，一切世界呀、啊，包括一切了嘛，即是一切世界没有遗漏的，入一个毛端里头，就是多入于一，多的入一。一毛道
犹如一切世界，这叫一入一多。你一个毛豆骗于一切世界，多和一平等了，融合到一起，融合到一起就是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一多无奈，多入于一，这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入于毛孔中，就是多了，无量世界多了，入于毛孔中，一毛孔是小了，但是一毛孔变了一大法界，那一些个都在法界之内。以毛道入一切世界，前头说一切世界入毛道，现在翻过来说，一切毛道，一毛道入一切世界，一即是多。前头是多入于一，这一即是多。无量众生身，一切众生身入一身。一身呢，又入一些众生身，这个含义跟前头是一样的。这十种意思啊，普入的意思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在此呢，你证得了，就理解了，这叫四法界，四间相的法界，而四法界。被理法界融合了，全变成为理了，理上无障碍的，一入于多，多入于一，本来就是相即，相即相入的，在理上圆融于四，四入于理，懂得这个意思了，才能知道普入的含义。那么一切四法进入理法，理法是圆融的，原来就如此，也没什么入啊，也没什么不入。那咱们讲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，是这理啊，众生即是佛。当然现在的心，你的一念心，它本来如是的。但是这个道理，没有智慧的时候，你不能解了。本具的，没有境界，把它显现出来，见不得是本具的。但是当你没有正德的时候，那各是各的了。这是行普贤行，普贤行怎么行的呢？就入世行，我有一个境界相不能通达的，这神通啊，现在讲十一地神通就入世啊，这叫神通。一法也是境，无量法也是境，说一法入无量法，就是境被理摄了，一切事被理摄了，入于理了，在理上是无障碍的。深入于心，心入于心，过去的、现在、未来的、无量劫的，一念就显现了，顿现。所以一身能入多身，多身能入一身，这一段意就是这个样的意思啊。这是行普贤行的普入，普入。佛子
菩萨摩诃萨入世观察也。第二呢，善入，这是观察，观察是指智慧啊，智慧能舍能入，能入能舍就能住。现在讲住，能入能舍是什么呢？是心。心，那菩萨普贤菩萨乃至一切菩萨要行普贤行的，就住在这是圣妙心。这个心呢，非常殊胜，非常如微妙。所谓的住一切语言、非语言，圣妙心。主耶稣能想念无所依止的圣妙心，住究竟虚空界圣妙心，住无边法界圣妙心，住一切深昧的佛法圣妙心，住甚深无差别法圣妙心，住除灭一切疑惑圣妙心，住一切世界平等无差别圣妙心，住三岁诸佛平等圣妙心，住一切诸佛的力量无量的力无量圣妙心。因为前头知道一切法本来是容舍的，皆在一个心之内，所以就把这个心呢称为殊胜微妙的心。因为四合里无奈了，宇宙缘就成境界相，就圣妙心。前头所讲的，无量世界容于一世一摩端，一摩端容于一量世界，不是那个事，是圣妙心。圣妙心是相容的，就是专讲究所以语言的差别，以圣妙心圆融了。所有一入的念头一子的以圣妙心圆融了。广大入法界毕竟入虚空啊，究竟入虚空啊，这全是解释的圣妙心。前头是一些境界，后头是心境。境界被心所圆，这个心本来就容一些境界，一切境界是心所显现的。心生妙心就是理，一切世界语言就是四，四法界入于理法界，理法界圆融于四法界，这样的无奈的。这是本心啊，圣妙心是圣字，根本字。下头还讲差别字，就善巧差别，就是方便，方便善巧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十种圣妙心已，这是根本字，又得到了善巧方便，得到十种佛法善巧方便字。哪十种呢？以下就念这十种善巧方便字啊。了达甚深佛法善巧字，了达甚深佛法善巧字。什么了达的呢？圣妙心。
圣妙心所产生的，以圣妙心起的差别字，大圆净字的起的差别字。出生广大佛法的善巧字，玄说种种佛法的善巧字，本来没有言说的，要以善巧方便生一些法，广大入虚空，依着广大虚空生起一切的色相，人就有人类就种种相了，还有其他的依子的呢，这就是佛法的甚深的善巧字，佛法的广大的善巧字，玄说种种佛法的善巧字，就是没有的依空而生起的缘起，这叫种种差别。进入平等，佛法善巧字，佛法没有二边，没有有也没有空，没有能也没有所，这是平等平等啊。这个善巧字呢，是从根本字的智慧，大圆净字而来的。你会知道平等，佛法平等，平等故而生起差别。平等是什么呢？性平等，广大入虚空，但是里头有种种差别相，它又不空，不空是随缘，法界随即四无缘，但一说四无缘了，就有种种差别。佛法呢，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，佛就是觉，觉悟明白方法。但是怎么样达到觉悟，怎么样明白，中间差别很多，差别也很大。从凡夫地到成佛，到修行普贤行，就是这个过程的差别。信住行相地，差别很多。本来是没有差别的，随着缘起诸法的差别，本来佛法是平等的，但是觉悟不同，就性住相相形象地有差别，正路的次第不同，差别即是无差别，无差别是显现差别的。深入庄严佛法三巧字，假设我们一切的众生众类没有怀疑，任何疑惑都没有了，对方法都了解了，那就没可说了。但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在众生的份上它有分别，而我们说娑婆世界就没有那么像极乐世界那么庄严，因为他众生看的不同，他中间有祸言了，所以了达差别的佛法善巧，误解了佛法本来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这个误解也是从善巧字生的，这是跟那个差别无差别，跟前头那个是含义都是一样的。那一方便入佛法，善巧字是吧？用方便进入佛法，是一只善巧字而生的。
把前头的平等法成为一个方便法。嗯，就是平等的方便，方便的平等，无量的方便入佛法，三角方便。这本来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差别无量住佛法，你这有三角字，过去不是现在，未来也不是现在，叫三世差别。但是呢，过去没离开现在，现在显过去，未来呢又显现在，三是互相圆融，那就三世法圆融门。各个不同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未来是未来，这就是三差别门，三世法的差别门。那菩萨行方便的时候，过去是过去的无量方便，现在是未来的未来的，现在的无量方便，未来的无量方便，无量的三角方便。过去的三角方便不是现在的三角方便，现在三角方便不是过去的三角方便。但是智慧，智慧以平等二字而起的，平等还是没有差别的，无量方便显示平等，平等成就了无量方便，无量方便即是平等字，平等字随缘的如无量方便。这些个你自己去意会，自己都能理解的。嗯，在道义教的究竟了义解释很少，只能默契，默默地起入，直到浮边的佛法没有差别三巧字，只是一个根本字，随缘而生的。心的自心，自心而产生的力度就叫自力。对于一切的佛法，就一切觉悟的法门，永不退转。这就是解释诸佛实力字，善巧呢达到的目的呢，四合理无奈，全教跟实教无奈，全即是实，全是因为由实字起的，全就善巧方便，实就究竟根本，都没有差别的。佛子菩萨摩诃萨闻此法语，咸应法心，恭敬受持。何以供？菩萨摩诃萨持持法者，少作功力，即得而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皆得具足一切佛法，悉以三世住佛法等。普贤菩萨的一行，这是讲普贤行啊，他的一行就等于一切行，以及一切修一横门啊，说念佛这一横门，或者修观一横门，或者修定一横门，随便你修哪一行，就能够具足一切，
成就菩提。普贤菩萨说呀，说一切菩萨摩诃萨闻着此法，就上来所说的诸法，大家都应当发心，显应发心。显应发心，这个发心是发的成佛心啊，究竟成就的心，恭敬受持，这对我们很有用。我们闻着这个法，无论能进入也好，不能进入也好，要产生一种恭敬受持，领受，持之不舍。领受的含义呢，是心里头啊接受了，这才是究竟的。发心呢，是向往，就发愿，我也要达到。发菩提心，就是要达到菩提道嘛。菩提就是道，说我这个心呢，有证得菩提道。所以菩萨摩诃萨持是普贤行，持是法门，只要心里观想就行，少做功利。少做功利就是不要付出很多，就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居住一切佛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与三世佛法等即得二者三昧体，此时普贤一法一行就与三世佛法过去现在未来平等无二，平等平等。而是佛身力故，法如是故，那法如是啊，任何法都如是，一切法不离开理，一切法不离开体，一切法如是，这叫法如是。咱们看经上，经上佛答复的时候，如是如是，如是如是，就是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一切法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每一个经第一句话就是入世，都入世，是吧？这样子即得证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从另一个含义来解释，因为你本来具足的嘛，以这法而显现而已，显现不是得到个什么，而是原来没有的，没有的就是为迷了，就是一个迷一个悟，悟了时候都得到了，迷了都死掉了。所以说而是佛的神力啊，神力加持的，还有一切法自言如是，十方各有实不可说，百千亿诺由陀，佛刹微尘数世界。演说这个法的时候，普贤菩萨说到这个时候，以佛的神力加持的，那么无量的佛刹微尘数的世界，六种震动，与除过诸天一些华云，
一般都叫雨啊，就是下的意思。雨是往下多的嘛。除了第六种震动，还有天上降下的华云、祥云、墨香云、一盖、床幡、摩尼宝，一切庄严巨云、宇宙机要云。 与诸菩萨云，与不可说如来宰相云，与不可赞叹如来善哉云，与如来音声充满一些法界云，与不可说庄严世界云，与不可说增长菩提云，与不可说光明照耀云，与不可说神力。 说法云，如此世界，四天下，菩提树下，菩提场，菩萨宫殿中，皆与如来成正等觉，成等正觉，演说此法，十方一切世界中，以复入世。 以复干什么呢？演说此法，以复入世。而是佛的神力，法自然的入世，法入世故。凡是这个究竟华严经经常加个法入世，含义是什么？说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切法就入世。 就是一切现象，一切音声，一切所有的行动，是自然的，自然而言的，不加造作，不加行为，就是法入世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佛神力啊，没有佛的神力，法也入世。 有佛的神力，法也入世；有佛的神力显现。佛说法度众生，众生成佛，入世。法入世，一切世界原来就是入世，这样子。所以佛说，说即无说，说是达到无说。 人本来就无说，说法如是，只是作为的，不加这个作为也如是。十方各国十不可说，佛刹微尘数的世界之外，有另外世界了，十佛刹微尘数的那个世界之外。 那是有什么现象呢？有十佛刹、微尘数、菩萨摩诃萨，有很多的大菩萨来意此度，充满十方，十方都是。这个意思得连着上文讲，连着上文讲怎么意思呢？ 不是六种震动吗？雨了很多的不可思议的赞叹云呐、啊，如来音声充满云呐、啊，感召的十方，不论向哪一方，而过十不可说佛家世界之外，又有十佛刹的菩萨、大菩萨。 他们听见这种声音，感召而来一此度的，这叫缘。同时都发言，善哉善哉，说很好很好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佛子啊，乃能说此诸佛如来最大誓愿，受记身法。 那些菩萨都赞叹普贤菩萨，这普贤菩萨说的。
站那是佛子，说普贤菩萨是吧？说你说一切诸佛最大的寺院受记身法，诸佛给一切众生受记。佛子，我等一切同名普贤，所有十方来的那些个大菩萨，他说我们的名字跟你一样，都叫普贤，等义同名，同名普贤。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个个从普胜世界，他们来的，他们原世界有普胜世界，普从自在如来，那本佛是普从自在如来所来到此度的，但是呢，这么十佛刹世之界之外，也就处所远，不加神力来不到的。加谁的神力呢？加普从自在如来，普从自在如来的神力加持才来到此度，都是佛的神力，系佛人来到此度，就是诸佛扬化，与一切处一切时都演说此法，就如普贤菩萨所说的法，他们也是普贤菩萨，也说此法。如是所说，一切平等啊，也没增也没减，一平等。你怎么说的，我们也是这么说的，无有增减。这皆是成佛神力，才能来到此处道场。来干什么？来给你做证明，唯汝作证。就入你这个世界的道场，我等十佛刹微尘入菩萨来这作证，证明什么呢？十方一切诸世界中，皆也如是，都在演说此法，都在如是说。这里头有一句话，说此诸佛如来最大寺院受记身法。什么是受记身法呀？前头说的少用功力，不要怎么用功就能成就。这以普贤法这样修行，少入功力就得成就，证明是这个法。受记呢，就受这个记，少入功力即得成就菩提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以佛神力治善根力，大菩萨演说法的时候尊重佛，都是分佛的佛力加持，佛力加持得你自己有力量，就是自和佛结合了，自己的善根力和佛的神力加持，光佛力加持，你自己没有善根力也不能演说，光自己有善根力没得这个法会，没得佛的加持也不能演说，是不是？双者皆有，一种加力，一种是自力，佛的神力加持，自己的善根力。
观察十方诸法界，十方就一切世界了，欲开示菩萨行，因为这个是这一卷是普贤行啊，开示菩萨行就是欲要给众生说菩萨行，欲宣说如来的菩提戒，如来的菩提戒。为什么菩提如来菩提加个戒呢？戒是生长如来菩提，就是如来菩提戒，就是生长如来菩提。比如说大愿戒，生长大愿；比如说一切世界结束，于明诸佛随时出现；比如说如来随根成熟众生出现，随众生的根器成熟众生而出散世间，另起供养。因为想要说明诸佛随时都出现的，想要说如来随众生根智成熟了就时就出现的，就是根没成熟佛还是不出现。这样子另起供养，一名如来出世供布唐捐，佛要出世也度了很多很多众生，不是无缘无故出世的，捐是捐窃的意思，徒劳无功啊。我们很多道友修行的时候啊，总想得到个什么，不要求得，也不会失掉功布唐捐，你磕个头就有一个头的收获，你点一支香有一支香的收获，你合个掌有合个掌的收获，绝不是白白的就这么丧失的。但是没感觉到没得到啊，好像求了老半天，出家了好多年，头磕了不少了，佛也念了不少了，好像自己没什么效果，那唐捐了，不会的了，不会唐捐。你所供，供就是你所行，行就有供，供就不是浪费，绝不会唐捐。但是你不了解，你善根已经种下了。于明所种善根，必怀果报。你在佛门中，在佛法当中，点点滴滴，哪管一点一滴的，绝不是浪费的。果报还没来呢，是你这是种了善根了，根成长了，果报才显。现在还没成长呢，果报还不显。那成佛是积功累德而来的呀，不是一下子的呀，无量无量劫不可知数的时间，时间是那么长，生生世世。必定怀果报，一名大威德菩萨威业众生现行说法，令其开悟。大威德的菩萨呀，不是一生的一世的，就是经过这无量劫的时候种的善根呢，成熟了，成道了，也成熟了，威业众生现身说法，说法呢众生就开悟了。以下就是所说的法，以下所说的法就前头长行所说的。
吾等应欢喜，舍驴与助盖。欲啊，烦恼啊，一切的无明啊，贪嗔痴慢吧，就这么前头讲的，那都叫盖，把你菩提的光明给盖住了。又舍离，汝等应欢喜，舍离就盖。你闻了普贤菩萨行，普贤菩萨所说的普贤行法，你应当生欢喜心，把一切的盖缠否则你的都把它舍掉舍离了，一心恭敬听菩萨住愿行，恭恭敬敬的学，恭恭敬敬的听，听什么呢？这就是普贤行愿。有例子可以说，释迦牟尼佛行普贤行愿，阿弥陀佛行的普贤行愿，一切诸佛都行的普贤行而证得的佛果。咱们刚才讲了啊，普贤行不是讲普贤菩萨行为啊，普贤不是人名字，是那修行的法，叫普贤行。说你恭恭敬敬的听，听什么呢？听菩萨的一切法愿，一切修道修行，就是润功。这一下用颂言来说的啊，往昔诸菩萨最胜人师子，如彼所修行，我当次第说。那普贤菩萨跟再会大菩萨说，说你们要一心恭敬听啊，听什么？听菩萨的祝愿祝行。为什么要听呢？听完了好去做呀。过去的往昔那些大菩萨就是这么做的，做了就成道了。说你要恭敬听，听完了看看那些菩萨发的愿，所有的修行，那你也照样做呀，照样成就了。往昔诸菩萨最胜人师子，如彼所修行，我当次第说。这普贤菩萨用偈颂说的，说过去一些菩萨乃至成了佛的佛诸佛，他怎么修行的？如彼所修行，就是他怎么样修行的？我当次第说，我现在给大家一样一样说。一说住结束，世界并宗业，也要说时间。结是结波，结波比如一年两年呢，一劫两劫呀，无量劫呀，我现在次第的说，不是笼统的啊，次第来说。但什么？要说结束，要说时间，要说世界，要说所造的业，业是作众业，要造的善业，修菩萨行就是造业啊。那造的是成道的业，世界并宗业，以及五等尊，不是菩萨修行达道，成佛了，五等了，尊是世尊，没有那个相等，微佛与佛相同的，于彼而出行，一个佛一个佛一个佛如是出的，如是过去佛。大愿出一次，
过去佛是这样做的，发大愿，出现世间，度众生。怎么度众生呢？云何为众生？灭除诸苦恼。云何就是问号啊，怎么样的为众生除苦恼呢？两句话连接起，云何为众生灭除诸苦恼，就是怎么样灭除诸一切众生的苦恼。说过去的佛呀，一佛一佛一佛都是出现于世间灭除众生，一切论师子所行相须慢。这狮子也是主佛的，来说佛的功德，修行的次第到圆满了，成就了，相续满足，所行的不是一下就成的，所行的相续相续，相续无量劫，什么行菩萨道啊？这样才得佛平等法一切自境界，佛佛平等，佛佛都证得一些自字。前头讲那些个都是那个佛证的智慧。鉴于过去佛一切人师子放大光明王普照十方界，我曾见到过去世，这过去过去一切人师子，说一切诸佛放大光明，就是智慧度众生的说法的所显现智慧，普照十方界。思维发四愿，发什么愿呢？最初发愿的时候，思维就是看想，观一照一下子，回一下子，想一想，想什么呢？所发的愿。那诸佛怎么发的愿呢？我当作四灯啊，给世间黑暗的世界中做光明，灯就代表光明。思维要发愿成佛，我当给世间做灯，破除世间的黑暗，我当具足佛的功德，实力一切字。那什么度众生啊？发愿度众生，就这么句话。我发愿度众生，但是要给世间做灯，那我要发愿度众生得具足佛的功德，我得有实力四无畏，得有一些智慧。为什么要得具足这些呢？因为一切度众生贪嗔痴贪嗔痴子言呢，一切众生是三毒烦恼具足的，没有一个众生没有贪嗔痴的。他那贪嗔痴啊，像那个大火一样的，知言是知圣状，说贪嗔痴之圣。那既然贪嗔痴圣，就自己贪嗔痴把众生都烧了，众生贪嗔痴把众生自己烧掉了，知言就大火一样了。我当须救脱，令灭哪道苦。这就是菩萨行啊！我应当救助一些众生，把这个贪嗔痴的哪道的苦厌给它灭掉。灭掉他也不受哪道苦了。据受菩萨行，怀十无耐力，就是得成佛了。成佛十无耐力字，十无耐力的字。如是四愿已，说修行无退却。愿必须得满，拿什么满呢？拿修行满。
但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我的愿力啊不退却，再困难，你像我们见《金刚经》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是度众生，隔离大王要把他杀了，一刀一刀的刮，那没有忍耐力行吗？完了他还要发愿，我先度你。佛成道就到焦陈如，焦陈如过去是就是乌焰诸王，就没有吐血，所做的都不是假的，所做皆不虚，说明轮师子，这是真正的佛子，真正的成了佛了。人说，这是说过去菩萨修菩萨道，过去菩萨修菩萨道的行道的时候。说这是与一贤劫中千佛出于世，现在咱们这个劫叫人贤劫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现在才五尊佛嘛，那还有990，还有994尊呢，994尊佛，一佛一佛相继出世。要说起来啊，一个佛一个佛自己说起来太多了，比所有的普言，我当次第说，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的。他们度度众生，普观一些众生，普眼识众生，就观一些众生，怎么救度众生的，怎么说法利益众生的。这个普贤行专说此世界，说不世界，人贤劫中有一千佛出世，过去庄严劫一千佛过去了，现在说到人贤劫，人贤劫一千佛才成了几尊佛，人贤劫一千佛过去了，兴许劫还有一千佛，那我们这里头不晓得哪位是兴许劫千佛之中一佛，这叫三七三劫三千佛，庄严劫、人贤劫、兴许劫，不止这么一劫，无量劫都是诸事，都是什么入世呢？灭众生烦恼苦，让众生的实力无奈自，让众生都能成佛。从未来佛性哪能分别说，未来的一切诸佛所有要行菩萨道，不行菩萨道成不了佛，我当分别说，说说菩萨行，说未来佛行，入一佛刹中，无量刹也焉。一个佛刹入世啊，无量佛都是这个样子。未来十力尊，住行我今说。三世诸佛行菩萨道成佛，一切所有修行成佛道的功力，这个住行啊就是普贤行啊，
我今说，就是说什么呢？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四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修菩萨行的时候，就人生劫就是时间了，成道的处所说不世界了，得三千劫的次第，啊，就这样的次第来的。现在只说人间劫，诸佛至心寺，随愿随名号，一佛一佛的出世间，随他的愿力、因愿而成就的名号。乃至随他所得的受记成佛，释迦牟尼佛、阎能佛给他受记的，未来世成就释迦牟尼佛，人说不出去。而且随他所有的寿命，随他所修的正法，乃至他行菩萨道，专求成佛果的无奈道。所以他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所化度的众生，正法的住世间的时间，随他所敬的清净的佛果道、佛刹，乃至他那时候所度的众生及他转法轮的所说的法，演说法的时候是事实是非实，次第敬群生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清净。佛说法是随众生缘的了，要随众生的业，那业很重的，你给他说的甚深的法，他没办法接受，他能不能信解？不能信解。但是随顺他所的做的业，随顺他的因缘，那你给他说法的时候，随他所行，他就容易信解，能信，信了就能求解，解了就是明白。光信不行，信完了之后得求解呀，把佛法你能明白呀，解完了才能行啊，行了才能证啊，信解行证，这得随众生的做的业，看那是什么业，什么的业缘，这叫说的话呢，说法得对机，对机了众生容易解脱，不对机解脱不了。对机的时候分类，上中下不同，上上的根基，中等的根基，下根基，这一分别对待，得上上的根基给他说下下的法，他接受不了，他也不能成道；下下的根基给他说上上的法，这总是善根，种个善根而已，他也不能成道。是教化他，令他休息。若有入世字，修其最盛行。以这种的让他得这种的智慧，入世智。入世什么字呢？要知道上中下的根基不同，要化他，令他休息，必须得对机，这叫因机说法。法要气理，光气理不行，还得气机，这个理跟机相结合到一起，他一闻法就能入道了。入与入世字，修其最盛行啊！入到这种智慧，得到这种智慧，他修得的成佛之道，这是乃行菩萨道，常作普贤业，
广度做众生。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行普贤业，那咱这品就叫普贤行品。嗯嗯，要成佛得修普贤行。任何菩萨所做的所说的话都叫普贤行。这个普贤呢就不是菩萨的名字了，是法门的名字，普贤法门。深夜无障碍，雨夜习清净，夜夜也入室，三四没不言，菩萨入室行，究竟普贤道。做普贤业就是修习普贤行，以普贤业度众生。那你自己的深夜呀无障碍。什么叫深夜无障碍呢？你生在这个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到不动世界说法，你有障碍你怎么去呀？普贤菩萨像观世音菩萨，他在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弘法，深夜无障碍，而且四现无量身。所说的语业清净，一面呢就是度众生，一面也清净，过去度，现在度，未来度，三四没不言，都这样。菩萨入世行啊，究竟普贤道。行普贤行道，这就是行普贤道，行普贤行道。出生净智日，普照于法界，未来世住劫，果度不可数。出生净智日就产生智慧啊，智慧。这智慧的光明照到全世界，这是普于法界，还有未来呢，出生一直到未来，未来到什么时候呢？无量无量劫，未来住劫，时间没有一定的，时间很长。未来是住劫，住劫就不到劫是十分，有时候时间长，嗯，有时候时间短，嗯，短的就叫刹那，长的叫大劫无量劫。出生是什么国度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有缘就现，没缘不现。而且行此菩萨行的人，一念息了之，对所有的众生，一念之间都知道他的业恨啊，他的功绩啊，应说什么法都能得度啊，嗯，对众生平等平等，没有差别分别对待。这个平等呢，是对他的业缘，你说法得观机呀，得知机呀，嗯，这个说与彼没分别，不是说这么看，说这个人好啊，啊，我就跟他姻缘好的事，不是那个，是那个意思，不分别，没有选择，善恶的选择呀，男女的选择呀。人跟畜生的选择呀，嗯，咱一般的说，像咱们吧，只能渡人呢，要不渡畜生啊，有的都不发愿渡畜生啊，专渡畜生啊，畜生有种种类呀，嗯，是吧？没有分别的，嗯，
一念就了知了知他的缘，诸法缘起生嘛，了知他什么因缘呢？因为什么他能才能得度啊？就是与彼没分别，行者能取入，入是最圣地。行者就是行普贤行的人，他能取入，取入什么呢？住圣地，住圣地就成道了，因缘果满，能取入普贤行。普贤行就是一切菩萨之法，甚深。也很微妙，那我当说少分。普贤菩萨说：“对普贤行法，我只说少分。少分呢，都形容着很深，很深。嗯，智慧无边际，通达佛境界。”普贤的智慧乃是行菩萨道的那些大菩萨智慧，没有边际的，是无量的。这个含义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对什么机说什么法，这样的没边际，智慧没边际。但是呢，通达佛境界，从凡夫一直到佛，从三途六道一直到佛国的果德，通达无奈。这菩萨十通力，咱前头讲十通菩萨，十通力一切皆善入，所行不退转。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论多艰难多长远，众生难度要斗，佛道难行要行。是吧？成佛度众生，度众生成佛，一切皆善若，永远不退转。一个是众生不退转，一个成佛道不退转，这样具足了普贤智慧了。先发心发愿，就表明具足普贤慧了。要想把普贤愿圆满，就成满普贤愿，成满普贤愿就等于成佛了，入于无等智，成就究竟果。我当说彼行啊，现在我就是来讲从凡夫到成佛，这普贤菩萨也跟这些诸菩萨说的，说诸佛出行在世间做什么呢？行普贤行，度众生。诸佛是果，普贤是因，因成果德，就咱们前头讲那些个，前头讲那些个因果圆融，都是讲到圆融的。圆融意，因普贤因，叙述果德，成就了果德，还就是成就一个普贤行，这叫因果圆融。然后这个上这里头提过几个三轮，三轮啊，菩萨的三轮，不像咱们有时候说身口意三轮，还有一个愿，这不是身口意啊，菩萨的三轮愿，发愿的愿，
还有个智慧。发愿行普贤行，愿行，你得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普贤行怎么行得起啊？什么叫普贤行？发愿，发愿修行，发愿叫修行，修行好成佛。修什么行呢？修的是普贤行，那就以普贤行发愿生长的智慧，智慧又指导普贤行，指导普贤发愿，三个经常的调换。发愿行菩萨道，行普贤行，成智慧了，有智慧满足你的愿，智慧能出示你行普贤行道道究竟，这三个互相的发愿，再发愿，发愿再发愿，愿是随时发的，但是怎么样满足这个愿，那要去做呀，做呀。咱们经常也学学想了道，最初说吧，想了生死，生死现在还做不到，说是断了烦恼吧，能心难一难吗？不要一天呢又被苦恼缠绕着。对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出家修道，修什么道呢？先是让自己不要生烦恼，起码最起码条件，你要认识自己啊，认识什么叫烦恼，因此懈怠了。甚至有的道友跟我讲，做个梦他都烦恼了，梦得很不好，不好你也没受到伤害啊，仅仅是做梦而已啊，但是因为梦不好生着烦恼，烦恼了一不高兴产生懈怠，懈怠这一来呀、啊、就抱怨了，这就危险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造恶业，造恶业就增长恶业了，恶业增长了，善业就没有了。这恶业跟是两个，恶业跟善业是消生消长的。你看我们哪个道友如果烦恼了，持诵礼拜他都不干了，一天的那个神不守舍，就是那个心呢、啊、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，人还在，人还在什么呢？在道场当中，心不在了，不在了，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，看得到的，互相观望嘛，观望，所以真正的要入于普贤会的，要想成菩萨道的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你了生死那么容易吗？应该怎么样呢？随时的关照，说观呢，观就是修行。少呢，就是你那个心呢，总是随佛的教导，虽然你智慧没生那么大，但佛的教导，依佛的教导就是智慧，
把佛的智慧当成你的智慧，依着佛的教导，啊，佛怎么说的，我照着去做，就是你的智慧。你这样的呢，随时的关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思念，不思念，就是你自己啊，随时觉察，觉察。身口嘛，或者是容易，就是意业很难。你无缘无故的呀，它升起来了，不知道怎么来的。我是自己关照自己了，他也升起个念头来，这念头因为什么影响来的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在这个陷阱，就是周围没这个景，那为什么升起这个心？这叫许业，就是过去的业生的现在的现行。那你对照，对吧？一切诸佛出世行，出世间化度众生。诸佛出世化度众生时候，就是普诸佛行力是众生事业，这个事业都叫普贤行。现在普贤行是这样讲的，果后普贤。释迦牟尼佛降生八相成道，利益众生，都叫普贤行。这叫什么？因缘果满，果满了，因缘了，这叫圆融。什么圆融呢？因果圆融。菩萨三轮愿行智，这叫普贤行。最后，什么叫普贤行？愿、智、行，愿力使你修普贤行。说念句佛也叫普贤行，磕个头也叫普贤行，吃饭呢念个解灾偈子，念个供养三宝偈子，都叫普贤行。你一切一举一动都叫普贤行，圆满了，成了佛了，果后普贤行。没圆满，没成佛，因地普贤行。你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现在讲普贤行的时候啊，是在十一地菩萨之后啊，十一地菩萨之后，十定、十通、十引，都是十一地菩萨所要做的，都做到了。果后普贤，讲普果后普贤，一定要讲到果前普贤，因普贤，果普贤，因果圆融普贤行。